块钱比你来了，这么贵。你养他说五十多度的，五十多度的，就这个啊，你说的那个马蜂不就他吗？就他呀，就是那种我们叫鬼头蜂，老家话用的是这个，老家话叫的是这个。然后那个楼下有那个蜂巢的，有那个蜂巢的，今天我爸又拿了一点那个蜂巢回来，里面还有好多那个蜂蜜，然后我就吃了一点，吃了一点蜂蜜，剩下的给老哥拿去泡了。哎呦，那种就算了，买不到。哎呦，看我们家，现在晚上都这样子。高温煮的，他晚上拿肥来给你吗？你舔过老鼠？吃饱了，你这坏姑娘，饱了，晚上吃了鱼，他都没吃饱，吃鱼骨头都没吃饱，出去外面又吃了个老鼠，真的，他今天晚上我们家不是吃鱼吗？吃了好多鱼骨头，他都没吃饱，出去外面又抓了个老鼠吃。我摸摸肚子，明明可能淹没水，他都没可以一口气了，哈。嗯。你里面放冰糖吗？我都忘记拿里面好像买点冰糖来压那桂花才行，没给敷上来。嗯。抓我，他抓不了。吃饱了，现在动都不带动。今天白天睡了一天，从早上的时候一直睡到了中午，中午应该是两点钟左右，睡到两点了。就是那种黄色的老冰糖吗？放，那我今天忘记了，我还以为我都忘记买冰糖了。我今天买了点那个白糖，我是拿做那个桂花酱的。他比我乖，我俩都不是一个物种，这能讲吗？你本来我这个窝是买给我家狗子睡的，这两天估计它睡得舒服了，现在坐在这里睡。咕咕咕咕咕。哎，那些你那狗把是不是跟有人敢咬啊？啊，那多多，那多多养好久啊？两年。我家那个，哎，那个谁呢？那个金森那个哥哥呢？他没在了。我家那个 dog 养了两年了。两年没见，两年下种。什么蚂蚁？哎，那个蚂蚁。这。两年，我家那个刀哥养了两年了，他让他要一年的狗，我想我家刀应该有一年了。一年的狗的话，叫小狗的差不多一年。小狗什么时候生？啊。小狗什么时候生？叫小狗的差不多一年。那天我白眼也知道，他刚好遇到我，他也在白眼也知道，他买个狗肉店，他要做狗肉店。我家猫咪挺听话的，他早上我跟你讲，早上他就一直在叫，你知道吗？那小的不是有年啊？他早上一直在叫，我把我那房间开了，他直接跑我房间找我去。汉堡。我感觉我的这个摄像头。哪有年？没有。我怎么觉得我的摄像头是不是被摔了？今天我家狗子一跑，我的手机直接朝下摔了一下。嗯，哪有那？
都没睡呢，都没睡，两点了，一会儿两点钟起来打桂花了都，就只能眯一会儿。江水眯，睡吧，没人打。都是夜猫，有时候我吃饭我就那样，我爸就说我打桂花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两点多起来打桂花，这不白天要做事，听见没有，白天要干活，两点就白天七点钟要上班了，白天七天要出去挖树，所以就得两点钟起来打桂花。越南这个桂是内运的。嗯，没有没有。俄语和它是。这里怎么都有粤语？俄语。俄语紫紫苏。趁桂花没睡醒的时候，偷偷的把它打下来。过年他们就是紫苏那天生的。紫苏节呢？嗯。紫苏节那天生的。哎，今天他好逗哦，今天很逗啊，他在睡觉，就是他就像那种踩奶一样的，就是那个手爪子这样抓一下我，然后放开，放开又这样抓一下我。我刮一个脚趾。那没办法啊，我们家都很，我家人都很努力的。不努力怎么办呢？不努力，不努力都没饭吃。就饭都吃不起哦，怪可怜的，真的是。我都想做我家这只猫，你看，睡的都比我好，吃的也比我好一样。它早上都不吃饭的，早上不吃饭，晚上也，中午也不吃饭。睡一天。睡一天。真的，好像吃饱了这一顿，它就可以睡一天一样。哒哒哒的羊水也热身头，水都吐，努力靠财商，那没办法呀，那我爸妈他们没有其他的那种，那只能这样了呀，对不对？那老一辈的人，那他们没有，那不就只能这样子、啊？睡吧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先走，摸一会儿的。你看那个家伙，沙发都是他的。你说像我爸妈，你说我爸妈，他们没有收入来源，那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我觉得我爸妈都挺辛苦的。啊，那个依旧哥，你找到那个芋头了没有？我今天发了一张截图去我群里，那个芋头，人家那个老板娘，我今天去集市上，人家就说，就是那种带紫色条纹的。我今天
去镇上去问了，真的，人家说就那个鱼头。我去问了那个老板娘，我看，不想干那也要吃饭呀。那没有票票，没有票票买肉怎么办？看没有？好多鱼头。